要回 B， 有要看二楼。哎，哇，猴王这个时候站出来了，猴王再来一个猴王，来来来，猴王，悟空，哇塞，哇，猴王，猴王来了。这边 S 还没有扛住，给黑人扛住了，我黑人扛三个，这个是什么巫术？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是你的反应都让我分心啊。哎、欸、呦、哦、黑人扛住，我们看一下黑人的表情，忧郁枪神啊，哇，打完还是皱着眉头，一点装包吗？敢装吗？黑人的击杀，哇，中路掉了，风光在中路偏逼点的全部都掉，这边一点来不及装啊，十二连杀，嗯，但不要紧，这个切上来也打这个两三个奠定这个胜利，好，刘璋，神狙哦，内外有人哦，小心哦，这边要非常小心哦。而且，哦，拉出来，哇，这个射线打得很好哎，哇，原本要去追他的，直接被他打掉。对，七比六，台南凤凰队拼牌的情况下，这一波 B 点防守似乎守的还可以。射线打几个？射线打三个，三个，四个，四个，来再来一个。我们刚刚十四秒的时间要进行，要快一点，快一点，时间不够了。HYY 这一波还是非常好的表现啊。包掉了，包掉了，来不及了，赢了，四秒，台南凤凰队赢了 ，SYY 躲起来就好了，对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哇，竟然 SYY 在远距离把卡奥斯给打掉，那个包就掉在路中间。